暑假期间，南胖购物中心加库洛洛太空学校、阳明交通大学精尖火箭研究中心来合作，在购物中心广场打造南台湾第一座太空学校——火箭梦基地，从控制中心复制到现场。开幕的当天，邀请了16位小朋友穿着太空的服装，做伙加宇宙探查队库洛洛加小绿扎来精彩的舞蹈表演。和每一位小朋友看到大型的玩偶，拢相当的欢喜。我觉得这次也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啦，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做学校的一些科学研究等等，其实很少有机会去跟大众去诉说，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。那当然，其实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可以跟政府单位一起合作宣传，那我们当然也可以跟民间的企业一起做合作宣传，因为我们面对的客群其实可以不一样，我们推广的客群可以不一样。那这也是其实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目的，就我们希望能够更推广，就是关于整个火箭或者是太空科技的一些现况的一些发展，以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到底目前在做什么事情，我们希望做到什么事情，让大家可以明白说，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火箭的发展，为什么要去做卫星的一些发展。现场除了展示精尖火箭中心专属的工作服、报上团队的记录影片，另外更加独家公开2016年试射成功的火箭原型真机、小型双节探空火箭加双节科学研究的探空火箭，将火箭专家做伙打造的过程完整来呈现。另外，展场还设有库洛洛主题快闪店，推出宇宙猫库洛洛的周边商品，欢迎民众做伙来体验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